么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长安铃木 4S 店，目前这家店呢位于米东区，而今天我们的任务呢，其实实话说是带着这一台车型的试驾车，也就是我背后的这一台维特拉，来展开我们今天的测试之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现在这一台四驱版的铃木维特拉旗舰版已经上了直升机了，那么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给大家去看一下这个车辆的一些这种结构构造、底盘解析，还有就是上路看一下这个车型。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是第一次冷态测试有关于这个车辆它的零到一百公里加速以及一百公里到零的情我现在给油门 ，ESP 介入，我去。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一侧的缝隙，这是这一侧，能看见吗 ？OK， 我们再来看内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现在这一台四驱版的铃木维特拉旗舰版已经上了直升机了，那么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给大家去看一下这个车辆的一些这种结构构造、底盘解析，还有就是上路看一下这个车型它在我们测试环节当中表现到底如何。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车身的侧方，整车轴距达到了2.5米啊，所以说以2500毫米的这个轴距来说，应对于这么一台小车，其实对比风云来看它也只是小了一点点而已。而车内的有效利用空间，我们会在静态解析当中给大家去做一个说明和体验。前悬是麦弗逊悬挂结构，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啊。那么前盘采用的是通风盘结构设计，并且这个盘相对来说的厚度还可以，厚度这块相对做的还行。同时我们说这个轮毂的设计，其实你多多少少还能找到一点自由侠的影子。那么像现在的这种 SUV 小车，尤其是相对稍微硬派的车型啊，还是多少有一些野性比较好。那么轮毂的这个外观造型也比较符合于这个车辆整个外观上面的一些设计，双键色的轮毂再加上一个尺寸相对较大的一个通风孔径，也能够保证这个车辆在一些蜿蜒崎岖的山路当中能够保证一定的刹车盘的温度。那么在内装方面来说，这个车型它在内部衬垫上面应该有没有这个隔音棉，内层就是我们说现在沙板内层是有的是吧 ？OK， 那在静态解释之后我们再来验证一下啊。销售告诉我们是有的，那么从这整个外形上面来说，也多少类似于像我们说之前看到的吉利博越，那也会对于整个这个轮间这边滚动时候胎噪的反射噪音能够有一定的吸收和一定的规避，啊。那么整体的这个轮胎尺寸呢，用的是马吉斯的轮胎，我们来看一下轮胎尺寸，尺寸为215/55R17。速度级别为94V，而且这台车型从今天我们从 4S 店市区的这个部分开到过来之后呢，这一路上我在副驾驶的时候，其实也能感觉得出来说，这个车的动力上面的表现其实响应还是蛮积极的。当然，这个事儿还要在我主驾驶的时候感受为准。那么整辆车型它的这个官方给出的底盘离地最低参数，就是满载最低参数是18.5。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一会儿我们会想办法来找一下我们目测看得出来的这个车辆的底盘最低离地，应该是在后桥下方的这个位置，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相应接近的点，啊，后桥抗离地，然后后桥倒闭的这个位置，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接近的点，到时候我们再看。但是整体去看的话呢，那么这个车型底盘最低高度的位置，其实应该是来自于后桥的这个传动器，来自于后桥分动箱的这个位置，应该属于说它这边最低位了。那么一会儿我们会从这个位置给大家想办法去量一下。由于本身底盘的设计当中，它还考虑到了一定的野外的这样的一些行车需求，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整个底盘离地高度上面，我手这么比的话应该是不差的，啊，同时这个底盘的设计当中把侧裙这一块的位置呢让得很高。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说容易刮到的位置，其实就是前部的这个挡泥皮，就这个东西，
而到了后悬，它这边是采用了刀臂控制的这么一组抗扭力梁。那一会儿呢，我们会从底盘下方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介绍。而在后部的这个车板当中，其实这个梁我们都不用太仔细的去看了，这个和前部的整个轮圈内蹭完全就不是一个材质，所以这台车型在奔跑起来之后，后部的整个环境噪音上面的这个抑制应该是更关注的这个事儿。相信厂方设计当中也是以这个为重心去这么去考虑的优化啊。比较可惜的是后盘呢是一个单碟一个结构，不是双碟啊，而且它这个单碟的刹车盘本身也是一个实心盘，这个是我觉得从车重角度考虑的话倒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如果说能够改成前后通风盘的话，那这个车型在山路上的表现应该会更优秀才对。那么接下来在看完了整个车辆的基本介绍之后，我们来看底盘的一些相关附件，那这个才是一些细节。首先第一，在进去之前啊，这一侧的位置是它的中冷器，那么涉及到下方这个位置来说，第一考虑到撞风对吧，你在这个车速奔跑起来之后可以有效的对于前部节气门前段的这边的整个这个空气做一个有效冷却，那这个对于我们说涡轮增压来说，这个引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当然同时你放在这个位置，我们去洗车房洗个车，水枪开个喷一下也很容易做清洗。这一侧的位置啊，是它现在前部的这个盲区预警雷达，这个上面还有两个，那么这两个位置分别对应于不同的高度和不同的这个距离，那么我们会在今天的转弯半径测试当中来看一下它的表现到底如何。那么紧接着下来我们就来进来吧。首先第一，你们很少见到的是我们说有关于前部的整个这个防撞底板，这个是一个玻璃钢还是一个钢？这个是个钢材的是吧？但我怎么感觉这个好像有点像塑钢的呢？这个应该是一个塑钢的啊，塑钢的。那么在下方这一边的这些个小的孔，你们看见有大有小啊，排列的非常齐整对吧？像这些孔径主要是干嘛的呢？咱们都知道这个车辆的水箱就在下方这个位置，那水箱的温度一旦高了以后，水箱风扇会强制散热，散热的时候会有一些声音的，如果你只是把它做一块盖板给它盖起来，那么这个声音会在发动机舱内形成共振，这个能够有效去减少这个共振的问题，同时还有一定散热效果帮助。因为水箱的风扇啊，它除了我跟你说往后吹或者往前吹之外，还能够给你往下的带一点风出来，看这个用。当然也有一定的这个剐蹭的一个防护效果，你可以看到这边的伤痕啊。新疆地区的男人开这台车，这块小伤是从来不会在意的。具体请参考我们之前那一期帕杰罗劲畅，你就知道那个有多惨，你知道吗？然后在整个下方护板这一块来说，这个就是一纯金属护板啊，铁质的一个护板。那像这个护板来说的话呢，最大的作用是什么，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侧来你就能看到，在这台车上来说，这个车型最大的作用主要是保证这个我们说前部的排气管这个位置不太容易被撞坏、撞凹或者说是撞扁啊，主要是保护这个。你像这个上方就是它三元催化，这侧的位置是它的氧传感器，看到了吧？哎，那么下方这一块呢，应该是用了一个我们说法兰盘再加上这几组弹簧和螺丝的位置呢，去给它中间上了个石棉垫或者石棉网，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密封啊。那么这一侧的位置相对较低，但是由于有护板的关系啊，我们就不给大家去量这一侧的这个高度了，也无所谓，有护板嘛。那么其余防护的部分呢，包括了这个油底壳，在这个位置看见了吧，还有变速箱，哎，变速箱。那么变速箱这块来说，你的前壳和你的后壳之间，前壳的位置可能更低一点，当然这个里面也留下了足够的间隙，在这个位置，哎，间隙足够大啊。缓冲区域、支撑区域，包括像咱们说这个散热都可以做到位了。而作为副车架的部分来说，就是我现在手部上方这一块这个位置，是它的整个这车的一个半框式副车架。而这个副车架本身它所连接的部分，我们先从这儿看，这是它的整个全麦弗逊悬挂，下方这边采用单层冲压的一个件儿。那么并且在冲压件，我们说冲压件的时候啊，你得看它的一些细节，这侧的位置都是一个冲压，没问题啊，比较齐整。来，君志，你到我这边来，我给你看。首先从打的这个位置你会看到关键应力的一个点，看见没有那个横条啊，镜头往进拉，哎，我给你把这个光散一点，看见没有，这横条这个位置是一个补强点。所以以这个本身它下方的这个件儿来说的话，强度上应该是蛮高的，这个没有太大的问题啊。那么整个这个副车架的部分来说呢，起到了一定的防护作用的同时，它现在将我们上方的这个防倾杆去做了一个让位，同时还把上方这一块的我们说副传动轴这块的位置做了一个偏置化的一个位置设定。那这样一来的话啊，你可以看
这一侧的位置当中是做的非常密集的，非常非常密集。防倾杆，传动轴，它是副变速轴的一个位置啊，那等于说是在变速箱这侧做了一个副轴的位置，那可能变速箱体积相对较大啊。然后呢，还把我们说现在整个上方这一块的，包括这个方向机，也做了一个一体化的这么一个处理呢。你可以看到这一块这个区域当中整体的表现。OK， 那么再来说到这个整个这种半框式的一个副车架过来了之后呢，你会看到其实摆臂侧啊，摆臂侧它的这个应力位只有这侧是一个转轴，这侧是一个转轴，看见了吗？它是一个轴销，对吧？啊，它是个轴销。然后我们现在要纠结的是什么呢？是这侧，因为你的摆臂已经上到了这侧，而在这个问题这一块啊，它应该是一个死位置。就是你能不能从这侧看到里面的状态？它是轴销还是死位置？死位置是吧？如果是这么看的话，那它的这个摆臂在前部的控制上面可能就会存在一些问题，因为你这一侧是 switch 的话，只有这一侧能转，而这一侧转的话，这一侧应力我怎么觉得总有点不对劲呢？你看啊，我们举个例子，如果这一侧是个 switch， 这一侧是个轴销，我现在这个摆臂上下在动的时候，肯定是这个轴在转，但是这个轴转同时，我这边不动的话，这边不是受力了吗？所以我总觉得不太对劲。我总觉得不太对，肯定有哪地方不对。你看我现在手摸的这个位置，你在内侧应该能拍到，我现在手抓这个位置，在他站那个位置你应该能拍吧。我现在手抓的这个位置能不能看到，这一侧的位置是一个螺母和一个螺栓，对吧？下方也是对应的，那这一侧的位置没有转轴啊，没有转轴，而且下方这边这个只是一个垫子，我现在手摸的这个位置是一个垫子，也就是说它现在的这个前悬摆臂侧它不能给你给太大的，不能给你给特别大的这种位移，否则这一侧一定会变弯啊。它把前悬通过这种方式做了一定的柔性抗力，做了这样的一个东西。一会儿的这个野外路况测试当中我们再来看这一块到底怎么样，好吧？OK， 那么接下来我们现在看完全部悬挂之后呢，我们再接着往后走。那么到了后方的时候，你们会看到其实现在的日系车为了省一定的成本的同时达到一个相同的目的，比如说这个防锈防腐防水喷溅，甚至于我们说现在整个下方气流的一个整流，这两侧的罩子已经完全代替了我们说之前用的这个底盘装甲防护。哎，那么在这一侧当中你可以看到它尽管做的已经算是比较平整了，但由于它本身的一个外形设计关系，这两侧的一个位置应该是它的一个全部动挡位啊，你必须得留下这个造型。那同时啊，它现在呢将我们说在这一侧的位置传动轴过桥这个位置，过桥段的这个位置做了一个这种这个应该是叫一个支架啊，做了一个这种弯形支架，在这两侧做了个固定，那同时给这侧留下了一个间隙。不过说老实话，这个车型你们在开的时候是不是针对于噪音部分的表现，就比如说低速下的共振会不会有些影响？不是特别大，不是特别大。那主要原因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们一会儿会进行道路上面一个噪音测试啊。如果你说的是真话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有关于中低转速下的这种共振问题，那会通过这个中鼓和后部的这个中鼓紧密连接的这个事儿来给它做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诠释啊。我们接着再往后看，那么这个时候从这两侧线出来的时候，这是它的一个，你这个是机械手刹吗？机械手刹啊，那这两根线就应该是它的这个后轮刹车分泵的钢丝啊，钢丝管路位置就在这儿，这两根，并且做了一个非常结实的固定。那么从这一侧的这个位置啊，你能看到更多的一些管路，比如说进油管、回油管、刹车油管以及这个手刹车管路都在这边。还有我想问一个事儿，这个车型我见到了和其他的一些车型设计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哪呢？这个东西，这个东西，那你会看到靠近每个轮胎的这个位置都有一个，这儿一个，那儿一个，前面一个，这边一个，一共四个。这个是个支撑点的位置吗？如果这个是个支撑点的位置的话，
就商家有个支撑。我知道，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啊，这个强度足够，咱们假设这一块强度，你可以看，如果强度足够的话，我们这个车辆可能有些时候会牵扯到这个轮胎已经陷到雪里面，或者像沙子里面出不来的情况。你只能前后移，不能够侧向移。如果这个能够再把它强度做得大一点，做成一个可以侧向应力的这么一组挂扣，类似于我们拖车钩，你能够同时去使用到我们说现在这个底盘举升这样的一个功能，同时你还能够涉及到我们说侧方这一面应力的一个救援位，是不是会更好一点？对吧？对。OK， 那么再接下来我们来看啊，油箱多少升的这车？油箱多少升？47升。47升的油箱，现在你知道它是一个偏置位吗？它现在的偏置位，重量的位置分布是在这个位置。那么轿型的位置在这儿，所以你说油泵的位置，它一定是一个深夜位的位置。那油泵的位置应该也是在这个位置附近啊，就在这一块里面。所以它把这一层呢，靠近这一块啊，做了一个热屏蔽层，给它做了一个热源防护、热源隔绝。那么一直到我们说现在的这个后桥动力分配机构在这儿，你可以看到在后部这边呢，这两个半轴是，这两个半轴似乎看起来也不等长啊，这两个半轴是不等长的，这一侧明显长，这一侧明显短，所以从这个角度再去看的话呢，可能会在这种砂石路面下，你要是全力加速的时候，这个尾部可能会轻微有一些小的滑动。但是如果你的电子控制系统做得足够好的话，你可以分配轴间动力，那这个事儿就可以谈，就可以看啊，就可以看。那么在后桥的这个悬挂部分来说，你们现在可以看到，其实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啊？你说它是一个纵臂吧，其实它这个纵臂位置，这一侧的位置，这一侧的位置和这一侧的位置是连在一起的。虽然这边有一个转轴位，这不假，但是由于它本身，你看啊，这儿和这儿还有这儿焊接成为一个整体，对不对？那么你这侧的位置轴销在运动的时候，意味着你整个这根梁也会轻微运动，对吧？至少它这根梁是上下运动，这边是这个纵向上下运动，对吧？这个是轻微的原地横向这么上下摆。那这样一来的话，一定多多少少会对于我们说中段这个位置还有右侧这个位置有一些这个扭力影响，哎，有一些影响。但是如果说他把这个只是搞成了类似于防倾杆的一个结构给它断开，那么在这一侧的位置给它单独设计一个刀臂，是这个效果就会更好，尤其是舒适度。但是我估计可能这个车型也考虑到了一定野外路况下的承载能力，所以抗扭力梁的承载能力一定是优于我们说的这种独立悬挂，啊，啊，但是后桥这边你做速能定位的时候其实也没法调了，基本上就没有办法调了，全是死位置，调不了。那么在这个举升机上来说，因为它现在是一个四柱，所以它是一个平面的情况下，我们现在能够看到你的这个全是啥呀？缓冲胶块，来把这个取了，就不要。我们现场给大家取，因为这个会严重干扰到原车的设计理念，包括像原车的一些这种表现出来，所以必须要把这个取掉。万一这个东西它要是破坏了原车的这种操控，那这个路上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不知道，对吧？这个取掉回头到时候你愿意装自己再装吧。没问题啊。这个得抬起来，得把弹簧抬起来。嗯，用不着，我只需要给它转个位置就好了。这边还有，这边还有。通常情况下，如果装了这个东西，一般意义上都会认为说这个车的悬挂是不是比较硬，或者说比较软，要么是往软了这个调，要么就是往硬了去撑。它装的不同的这个圈数的位置，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出来。哇，这个回头一会儿你放后备箱就行了啊。那么现在这个时候你们再来看啊，却就是不用，没有了这个我们说现在下方这个所谓减震胶块，或者说减震胶的这个干扰时候，你可以看到下方这边弹簧的一个应力位基本上是有一点点偏的，或者说有一点点受力。那么这个是它正常的一个自然姿态。如果是它现在的这种情况下，那么我认为这个车辆在你正常如果是有一定压载的情况下，它这个会有很大的回弹力量，会有相对大的回弹力量啊。那么较为细碎的震动颠簸，由于它本身下方这边是最舒展的位置，那压也是它最先压，所以细碎颠簸是由咱们减震机去执行的，做一个减震过滤。那么较大的颠簸震动主要是它来，然后
后桥这边我看了半天，似乎没有防倾杆这样的一个结构设计了。那么整个防倾杆就是由这根我们说现在的抗扭梁来执行完成，后方的侧倾通过它来控制。那相对来说，这个车型的后悬架可能没那么舒适，但是在一些极限控制端，包括像我们说的这个承载能力端的话，这两个端的表现应该会较好啊，应该会较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排气，排气管路的部分，它从这一侧进来的啊，从左侧的这一侧的位置进气，进气完了以后呢，在这一侧的位置出了一个这个尾喉，而这一侧并没有，也就是说它这个气压从这儿进来之后会在这里面留一圈，各种各样的一些隔断留一圈之后，经过整理，经过输压，然后最后再把这个气压梳理之后再从那儿出来。那么这个车辆在尾骨这一边的回压应该相对较大，所以这车的低扭应该做得还不错，那么起步加速的瞬间表现应该反应还算快。我们来看一下啊，你们现在可以看到，我现在的手放在后部防撞钢梁的这个位置，其实它这个不能算完全意义上的防撞钢梁啊。我现在给你们把灯光定住，可以看到有一个轻微的这么一个能够形变的过程，对吧？其实这个东西它是干嘛的，就是它一定程度上是跟类似于 VV7 的那种设计是一样的，就是它多少能够预防一些轻度的低速下的碰撞，而完整意义上的碰撞通过什么来解决呢？通过我们说后方这个侧尾板以及后方这一块的一个完整的行动区域去做来做的这个事儿。那么新轮盒的位置在哪儿？如果你在这两侧的位置，在这个位置能看到这两侧的中间尾，哎，这边一个，这边一个，是它的新轮盒，这才是新轮盒，看见了吧？这个啊，还有那个。那么真正的受力位在哪儿？其实实际上啊，我现在只能蹲下看了，这个位置真的不好看。你可以从这右侧的纵梁位置开始往上找，往上找补过来的时候，这个位置才是它整个完整的一个碰撞应力位，看见了吗？就这样一个状态。后杠里面没有泡沫了是吧？后杠里面我看了半天似乎是没有泡沫了。哎，我看一看啊，没有了，后杠里面应该是没有泡沫这个东西吧，没有了。嗯， OK。 那么在接下来我们看完了整个车辆底盘的解析之后呢，我们即将上路开始测试，希望今天这台全时四驱的维特拉能够给我一个精气神比较好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在我们临行之前，还是来给大家做一些这个补充吧啊。后桥的这个位置，你知道咋支撑一下吗？不，我需要一个平面来给它做一个东西。你把那个纸壳子拿过来，纸壳子给我用一下。这个可能会有少许偏差啊，但是应该也没有太大问题。我们就以后桥牙包这个位置，我们来看。一会儿呢，我会将纸壳子放在这个位置上，或者直接从这儿开始。你得过来帮我个忙。你把这个纸壳子脱平了啊，跟这一侧的位置脱平。然后我现在来看一下这一侧的这个位置表现。完整的意义上脱平啊，我们给大家给一个大概数值，多少？别晃，别晃，在这儿。嗯，17.78左右，17.7或者17.8的样子。那么这个时候，应对于厂家所给你给出的18.5的这个极限数值，满载极限数值啊，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些差距。那么很有可能它量的并不是这个位置，啊，所以大家去开这个车的时候，你得小心了点。这个车哪儿都可以蹭，因为有护板的地方你哪儿都可以蹭，唯独这块没有防护的部分，你不要让它从中间，比如说凸起的岩石从中间过，这个有可能会伤到我们说后桥这边的整个分动系统。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开始今天的上路测试。
么这次呢，我们是第一次冷态测试有关于这个车辆它的零到一百公里加速以及一百公里到零的减速制动。我会给你们报一组相关数据出来啊，到时候给你们看一看，来看一看它的冷态下的这个表现到底如何吧。我会给车外摄像机给一个信号，然后我们会开始。那么现在当前状态是关闭了 ESP， 关闭了激情，关闭了自动启停功能，关闭了 ESP， 并且将档位置于 D 档模式啊 ，D 档模式。然后我们现在开启了 Sport 模式，在中间有一个操作的一个旋钮。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开始。稍微高转一点，有一些轻微共振。第一次冷态测试数据：零到六十公里五秒一，零到一百公里一秒十一秒八，零到一百公里十一秒八，零到一百到零总共用是十五秒五，最大尾速一百零一点八公里。那么这个车辆它本身的仪表做的还是比较准确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加速的这个区间段二啊。那三十到五十公里加速一秒八，五十到七十公里加速是两秒三，峰值这值是零点五个 G。减速这个整体加速部分啊，零到十公里启动瞬间用了零点六秒，然后到零到六十公里的这个时间用了五秒一，零到九十公里时间用了九秒六，最终完成十一点八秒啊，零到一百公里加速。那么冷态下的这个制动部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六十公里到零用了两秒钟，十四点三米的成绩就已经完成六十公里到零的一个减速制动过程。那这个成绩算不错的，算不错的。当然，这个跟我们说现在一千二百六十公斤整车的这个空载质量或者说准备质量是有很大关系的。峰值这值一个 G， 平均这值一个 G。那制动部分二是一百公里到零的制动部分，用了三秒二结束，四十一米整，四十一米整的刹车成绩是冷态下的成绩啊，峰值这值一个 G， 平均这值一个 G 都没问题。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进行多几次的这个刹车测试之后呢，我们会来进行热衰退方面的这种最终成绩判定。在经过了多次的反复刹车和预热测试之后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针对于这个车辆的热态，它的这个成绩做一个最终的肯定。那这个时候我们现在呢，来将车停到这个起始位置，然后我们现在切到 D 档，并且开启运动模式，将四个车窗全部关闭，确定我现在上方的天窗关闭。那么这次呢，我们会来给大家看到啊，这个整个这个机位当中的画面。那在车外的这个 DV 当中会全程记录啊，会全程记录。哦，这天气太热了，这显示屏都显示了有些条纹出来了。左脚刹车，右脚油门啊。OK， 他那边准备好了，我这边给他给个信号。OK，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OK， 那么我们现在立刻开始针对于这个车辆的四个轮子的刹车分泵温度这个测的位置呢做一个测试。OK， 我们现在开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主力测试车型这款四驱的顶配旗舰维特拉已经完成了它的零到一百公里加速以及一百公里到零下的这个紧急制动测试。那么这一次呢，它的热态测试，也就是热衰退之后的最终成绩，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地表温度，今天的地表环境温度为四十八点八摄氏度，有效记录温度为四十八点八摄氏度，比起昨天要低一点。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左前轮刹车分泵这边刹车盘它的温度是什么样的。我们现在呢来划定一个区域啊，给一个最高温出来。左前盘为一百六十九点六摄氏度，相对温度有些高。我们来看右边，
右前盘为157.9摄氏度。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说的话呢，这个车型现在看前桥的位置啊，这个左侧的半折位应该负荷比较大。而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右边的右后方，右后方的负荷应该低啊，应该低，右后方的负荷应该低。我侧这边吧，这边这个空间位置要好一点。右后轮刹车风泵这边提供的温度为76.0摄氏度，76摄氏度。我们再来看一下左后刹车盘低的温度，左后盘温度为73.1摄氏度。那么这个时候就非常明显的是，这台车型的刹车其实姿态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说这个前部的重心是大，这不假，但是后部这一边明显因为轴距的关系，包括像我们说现在整个后桥这一边的抗力梁的关系啊，它对于我们说后轮这边对地的摩擦力其实是有一定提升的。那从这一点来说的话，这个四条轮胎的刹车效果来讲的话，后部刹车做得比较出色。当然我们建议厂家如果能够更进一步的去提升我们说有关于后部轮胎刹车的效率的话，那么相信这个车辆的刹车最终成绩应该表现还会再提升一个台阶。而同时这个车辆在我现在的这个平衡当中，如果我撤去人这一块的乘坐不提的话，你现在正常驾驶的时候左侧必须要有个驾驶人，所以我的左前轮的负荷相对要高一点，其他的这个地方可能其他三个轮胎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均衡的。那么我们现在从这个四个刹车轮的分泵或者说刹车卡钳和这个盘的温度上面不难看出，这个车型其实如果舍弃我驾驶人本身的一个负荷来说的话，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车身平衡做得还不错，因为只有左前轮这一侧的负荷是最大的。而这个部分来讲，我不得不夸一下维特拉这台车的这个空载灵活性能可以受到这个上面基础上面的一个影响，应该会变得比较好。当然这个是绕桩时候的事儿。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制动它的这个成绩是什么样的。那么在看制动之前，我们先看这一次的这个加速成绩。由于温度比较高，所以你看到这个显示屏稍微显示有些不太正常，但是并不妨碍数据输出啊。0到60公里是5秒1，能看见吧？0到100公里是11秒6。那么这还是在上坡路段下，如果综合我们说现在的这个最快加速成绩来说的话，那这个成绩其实应该是在11秒9到11秒之间的这个样子啊，10秒9到11秒整的这个样子，应该是它的这个车辆正常加速的一个我们说完整表现。0到100到0总共用时是15秒4，最大尾速101.7公里。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现在 GPS 的定位实际车速变化和表速变化其实实话说没有太大的差距，这还行，这还可以。而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加速部分二，30到50公里的加速区间用了1秒7，50到70公里的加速区间用了2秒2。那么峰值这值是0.5个G。这个时候你们可能会想说，它现在这两组数据如果有差距的话，那么整体的加速状况是什么样？我们来看整体加速的大数据图。启动瞬间这个反应是0.6秒，0到10公里是0.6秒就完成了启动。其实这个瞬间作为我们说现在的这一台自动挡的变速器来说的话，其实做的还可以啊，并不算太差的一个启动反应时间。0到20公里用了1秒4，0到30公里用2秒3，这20到30之间的这个反应是很快的。那么0到40公里用了3秒1，如果以它为三秒为一个界限的话，你们再来看啊，这个时候基本上只就是40到50之间是一个相对来说速度攀升相对较慢的一个点，这个时候已经到了4秒1了。那么0到60时候呢，到了5秒1，也就是说它在40、50、60这三个时间段每递进10公里要花费1秒钟时间，这个是我们说初段的这么一加速表现啊。而70、80、90这三个最关键的时间段当中，你能够看到是70公里的时候是6秒3，80公里的时候是7秒7，90公里的时候是9秒6，而到100公里的时候成为了我们说现在时间最拖沓的一个点，也就是90到100公里的尾速当中，它现在还有一个我们说转速攀升和扭矩输出可能到了一个瓶颈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你会看到是这样一个表现。那么90到100公里的这个尾速当中，它现在用了2秒，对吧？如果说能够把这2秒钟时间进一步的缩短到1.5秒或者是1.3秒的话，我认为这台车型能够给你提供一个我们说在中段车速的这个范围之内，再往后去给你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加速质感，包括像我们说后劲的提供，哎，这个是可以的。储备动力上面啊，前段是很丰富的，这没问题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有关于最好的部分。
那么这个是在下坡路段下测试出来的这个一百公里最快的时间是10秒6。那么再综合我们说刚才的这个上坡时间，对吧？咱们现在再来看的话，其实它这个成绩应该就是10秒9到11秒整，是一个它的一个最真实的一个成绩。OK， 我们来看制动部分，60公里到零用了2秒钟，制动是14.7米。其实这跟第一次冷态下的这个制动距离差距并不大，这说明这台车型的至少我们说在这种按国家标准去测试的这种六次这种高强度的复合刹车试验当中是没有太大偏差的，这个得点个赞。峰值这值和平均这值都是一样，这说明这个刹车从一开始制动到最后停止中间没有太大的这个力量的一个波动，那么整个刹车制动力给你给的是非常均衡的。那么制动部分二，我们能够看到100公里到零最终的减速成绩3秒3，而我们在六次之前的第一次冷态测试当中，它的这个成绩是41米整。这个部分呢变成了42.7米，这个中间的差距我个人认为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偏差值。但是从整体成绩上看的话，还是要提出一个我们说有关于后轮刹车效率的问题。如果后轮的刹车效率能够进一步的提升，我认为这台车做到39米甚至是39到40米的这样的一个反复刹车成绩之间的一个余量当中的波动的话，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是不大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在制动部分二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平均这值变成0.9G，但峰值这值仍然是1G，所以刹车的这个即时响应的这个执行指令这一块的效率提升得很好，没有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台小车是不是足够灵活，绕桩的时候咱们再来看。那么这一次呢是我们的首次绕桩测试，车速呢目前暂定为55公里左右，因为毕竟是一台 SUV， 它不是轿车。由于车身设计又比较窄小，底盘离地高度又高，所以害怕重心的问题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先进行第一次测试，也就是 ESP 激活状态下的该车测试，档位是 D 档，模式是 Normal 模式，正常模式啊。给那边给一信号，我们就开始了。OK， 我们一起开始。55，车还挺能溜的，55。这个车辆在绕桩的时候，整个车辆本身的刚性非常好，就是车身框架的刚性非常好。那么在悬架的侧支撑方面来说，前悬相对较硬的同时，后悬给你给的这个柔性支撑做的真的不错。那么我接下来会尝试把这个车辆车速在上坡路段下提到60公里每小时，我再看一下这个车辆的姿态。由于本身轴距相对较短啊，它的这个通过车速可以稍微高一点点，我们尝试一下看一看。顺便说一句，在这个 ESP 激活的状态下，它对于油门这块的管控做的不是太严格。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第二次在 ESP 开启状态下的这个车辆绕桩测试，桩距是18米啊。这一次呢，车速我们会定在60公里每小时，我们试一下。那么给这边给一个信号，然后我这边就准备开始了。OK， 我们一起上去看看。由于是上坡路段，我会维持一些油门，大概在60到61之间啊。OK， 进桩。车身非常灵活，整个前悬架的支撑做的也不错，18米桩对于这个车来说完全没有难度，非常的灵活。而且这个车辆这个时候在上坡路段下，由于它本身对于前悬架的这个压力呢会提升一部分，而后悬架则相对会减弱一部分，但这个时候整个车辆的循迹性能表现相当不错，并且我没有明显感受到有 ESP 介入的这种状态。而接下来呢，我会尝试将这个车辆 ESP 关闭，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车辆的绕桩姿态到底表现如何。
么接下来如您所见啊，这个自动启停功能我关闭了，并且这个时候已经关闭了 ESP。那么我要看一下，在这个车辆有一些临界点的这个情况下，它的这个 ESP 会不会主动激活，这是第一。第二是在关闭了这个 ESP 的情况下，它的介入车速表现如何？初始车速我会定在60公里每小时，尝试一下，尝试一下。OK， 那么接下来我给一个信号，然后我们开始。OK， 60，我们来试试看。几乎是属于给了油门车就窜的一个状态吧，而且这个后轮随着轻微的这种横摆，这个整个车辆给我的这种驾驶乐趣相当高，高到什么程度，就是这个车如果你现在以60公里时速在下坡路段下去做这样的测试的时候，它居然还能有很大的一个调整余量用于我们说这个转向上面调整，而且尾部的滑动也不是太明显，不是太明显，这个乐趣真的是很高很高了。而接下来呢，我们会尝试在上坡路段下再把车速提高一部分，提高到63公里左右，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是最后一次有关于绕桩的测试啊，我们这次呢会尝试将把车速提到一个63到65公里之间，我们再来尝试一下，看一看这个车辆它的绕桩水平表现如何。要注意的是，这个时候 ESP 是关闭状态，我想探究一下这台车型有关于它的操控上的极限啊，当然也会在这个相对安全的状态下，我们给那边一个信号，然后我们开始。 OK，65，稳住这个油门，而且这个油门在中段的这种表现，油门真的很灵敏啊。这个时候，其实实话说，整个车身的这种回弹姿态的节奏，和我转向这边应对于车速这边随动转向的这种调整的节奏，几乎是一致的。这一点来说的话，这个车型在绕桩时候的乐趣真的是很高，真的是很高。而且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找到车辆的极限，但是响胎已经出现了，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也不打算再往下去再去逼这台车的极限了。但是这个车型居然就绕桩这块来说的话，表现真的不错。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这个绕桩时候的这个评价。那么如果你一定要在一台小型 SUV 当中找到一个驾控乐趣的话，无论是开启还是关闭 ESP 在绕桩时候的这种稳态表现，那么我想在基于这两点的叙述上面，这一台车都能够做到一个相对来说更为优秀的这么一种评价。我也是第一次用优秀的这个词语来夸一台车型有关于绕桩这个时候的整体表现。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车辆整个巡迹这边的一些轨迹。你可以看到在最后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啊，最后这一次的这个车辆测试当中，我们的这个车辆它采用的是这关闭 ESP 的状态。那么后轮在这侧的位置呢，有一些轻微的滑移，但即便是这样的话呢，它也在你收入，就我们说收方向的时候，在这侧的位置呢，完成了我们说在后轮这边方向的一个校正，而这是我人为操控做到的，并不是 ESP 介入。所以单就这一点来说，在65公里车速下，你去绕这个桩的时候，整个车辆的极限非常高的同时，而且灵活，并且整个车辆的后悬架能够做到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韧性支撑和吸收这个我们说有关于侧方侧倾这一块的压力的问题。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这台车型真的是让我觉得维特拉这个车吧，在绕桩这一块的操控性很有乐趣，而且很灵活。我建议你们来体验一下，建议你们来体验一下这个车型后悬架调教，在我们说这种极限上面的这种表现做的是不错的。但是我们接下来还要做一组测试，是什么呢？是麋鹿变线测试。这个测试它的这种转向幅度会来得更加迅猛，更加突然。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辆在麋鹿变线当中的表现到底如何。由于本身这台车型的 ESP 可开启可关闭，所以我们今天的麋鹿变线测试会是四组。
先把 ESP 先激活啊。这个时候我们会开始进行麋鹿变现的测试。那么在麋鹿变现测试当中，分为每两组，一共是四组啊。每两组开启和关闭 ESP 一次，也就是说两组是开启的，两组是关闭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辆有关于麋鹿变现这个时候的整体表现。我还是会把车速定在60公里每小时，因为太快的话我还是有一些担心啊。逐步的去验证这台车，小车加速挺快，提速也比较顺畅，而且中段就是60公里左右这个油门跟的这个劲儿啊，真的是特别贼，就是他给的这个油门你给多少就给多少，真的是我第一次开到说这样的一台小排量的涡轮增压车，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现在当前进行的这个测试呢，是 ESP 激活状态下的麋鹿变现测试。我们给前方给一组信号 OK， 我们现在准备开始，将车速提到60公里，因为是下坡所以可以不用踩油门，这个时候车速是很定的啊。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在这个 ESP 激活状态下，其实我并没有去严格意义上说是去有特别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车辆的 ESP 有介入，而且我仔细观察一下仪表，似乎它闪动的这个频率也不是很大。但是这个车辆呢，它在这个通过麋鹿变现的时候，车身本身会有一个摇摆，但都被悬架和弹簧给吸收了，并且挣回来的这个劲儿没有多余的回震，没有多余的摆动，这个真的是特别犀利的一台车。作为一台这个小型 SUV 来说的话，这个真的是做得不错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上来的时候，这一趟呢会把车速稍微提高一点，来看一下这个在 ESP 开启的状态下能不能够做到63公里左右的麋鹿变现。我们来试一试，OK，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即将进行第二次的麋鹿变现测试，状态为 ESP 激活状态啊，车身稳定电子控制系统激活的状态。我们给前方给一个信号，然后我们即将开始。这一次的车速会定在63公里左右啊，我们尝试一下。这个由于本身是带一点上坡，所以需要维持一些油门啊，维持一些油门。OK， 紧装，好。我这一次终于试出来了 ESP， 那么在临界点的时候 ESP 针对于我的这个，因为我要往左边转嘛， ESP 针对于我的右后轮做了一个紧急制动，其他三个轮胎并没有做制动，让这个车辆在进桩之后最大的这个摆角出现之前就已经将车速控制住，并且将这个车辆它的这个侧摆抑制住了，所以在整个车辆通过这个 ESP 的装新的时候，这个做的真的是不错。那也侧面证明了一点，就是这个 ESP 的工作的时候，这一点真的是让人很放心的，而且反应很快，相当快。所以这个车型我现在慢慢的在摆脱一点点对于它的一些，就是仅剩了一点点不信任，是什么呢，就是车重心高的问题，害怕有这个事儿。那么一定程度上我可以信任它，而接下来我们现在关闭 ESP， 再来看一看这台车它的一个整体表现到底如何。OK， ESP 已经关闭，我们来试一试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关闭 ESP 状态下的第一次麋鹿变现测试。我们车速呢会稍微慢一点，然后看一下61到62公里之间吧，我们看一看这台车型的整体表现会不会有 ESP 直接强制介入接管的这个事儿，这是第一。第二是这个车型如果没有介入，它的整体表现是什么样，我们一起来看看。给前面一个信号，我们开始。OK， 我们现在将车速定在61，好，我们现在进桩。 ESP 没有介入，在整个车辆的测试当中，这个尾部有了一些轻微的滑移，比起之前在绕桩的时候，这个车辆的滑移角度会变大一点，但同时这个车辆仍然维持了一个相对很好的前轮指向牵引能力。所以这个车型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没有自己的这个比较可靠的一些驾驶技术的判断，尽量不要关闭 ESP，
即便是你不关闭 ESP 的状态下，其实这个车也给你提供了足够的驾驭乐趣和精准程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们接下来再来进行第二次。OK，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迷路变线测试。该状态下是 ESP 完全关闭状态，我们在上坡路段下会稍微把车速提高一点点，到接近65公里每小时。我们来看这个车会不会最终介入。如果没有介入，那么整个车的姿态是什么样？我们一起来看。我们来给上面给一信号。OK， 那么现在我们准备开始。OK， 65，我们维持这个车速，准备定桩，进了。全程 ESP 没有接管，没有接管。但是这个车会有一个特性是什么呢？就是你做第一次滑移的时候，这个车辆，你比如说我往左转第一把方向，再转回来的时候，尾部开始甩。但是当我这个车要停下来的时候，比如说车尾会再回甩，再回甩一次的时候，这个车始终没有去给你甩过界限，停得非常正。而且这个尾部的二次惯性当中表现的这个控制性能相当不错。那么即便是没有 ESP 的关照的情况下，只要不是太越界，我们认为这台车型仍然能够给你提供一个相当扎实过硬的这种底盘操控功底。作为一台小型 SUV，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我非常感谢铃木今天给我提供了这台车型，让我能够做这样的一个测试和体验。这真的是我很长时间的一段时间测试以来没有去做到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这个状态真的是车已经做到最好，或者说做到很优秀的同时，人能不能做得优秀，这只是人的事儿了，车已经放在这儿了。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关于迷路变线测试当中的最终总结。那么如果用一台车型说好玩来形容它，仅仅在于我们现在只做了两个部分的测试，比如说绕桩和迷路变线测试中，这是绝无仅有，也是第一次上路首次，对吗？但这台车型确实做到了。我先来形容一下这个车型，它有关于开启 ESP 和关闭 ESP 两种不同状态下整个车辆在给我的这种感受。那么车外状态如你们所见，而车内状态当中 ESP 开启的状态，它会对应于我们说尾部滑动的这个惯性方向在内侧的这个轮胎的位置进行制动，而且是第一时间制动，让你的车辆即便处于滑移状态，也能够第一时间去顺着你的车的滑移方向去做一个修正。同时这个时候整个前轮的这种循迹的指向性能还能够做到相对精准，并不会失控。那么当 ESP 关闭之后呢，整个车辆的尾部由于它本身后负荷比较轻啊，会有一些轻微的滑移，但是这种滑移被控制在了一个我们说物理范围极限当中一个非常安心的这么一个范围。而即便是当车尾摆出一瞬间再回摆下来之后，这个第二次回摆的力度控制得刚刚好，你完全不会去担心说有中摆效应的问题，然后尾部再甩一次回来再摆回来，完全不用去担心这个问题。这是关闭 ESP 状态下这个车辆的表现。那么以上这两个表现再结合到维特拉这台车型上再看的话，那么如果你开启 ESP， 它能够帮你同时给你提供一定的乐趣。如果你技术够好，你关闭 ESP， 那么这个时候能够完整意义上的展现出来它这个扎实的底盘功底和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组前后悬架在极限状态下的这么一组应对方式的调教方式。而这个我真的建议我们 4S 店的这个同学们，你们完全没有必要去把这个后面加装什么减震块，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你把它扔掉去，干脆不要加装。因为这个车型真的是很有意思，我们建议大家真的应该去仔细认真去对待一下这个非常用心的车型。至少我们说现在的它的某一个大件悬挂底盘做的是很用心的。而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下一项转弯半径测试，来看看这个车的灵活程度到底做得如何。是，那么我现在呢得先往后来一点。 OK， 我现在呢要给摄像师给个信号，那么来看一下这个车辆整体的它的这个转弯半径表现到底如何。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尝试一下。 OK， 那么由于本身这台车型它现在并没有设计我们说现在的这个辅助影像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没有啊，所以说这块有点尴尬。
当然我现在呢只能够依靠镜面啊，只能依靠镜面的这个实际效果来看我现在的这个车辆有没有和路岩石接近啊。当然雷达这一侧是工作的。 OK， 我现在平行于路岩石应该很接近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它有关于这个车辆在转弯半径当中的表现，同时我们也会观察这个前方雷达它这块的表现啊。那这个有可能只有声音提示了，我们现在来试一试。哎，松开刹车，蠕动的还不错，蠕动的还不错，稍微有一点点偏快。打死方向，越过了双黄线，车辆右前轮稍微到了白线虚线的这一侧，然后车辆回正。在原地的时候啊，这个车辆的方向盘回的这个圈数稍微有一点点多，但是车身在回摆的这个姿态当中，它明显快于这个转向盘在这种慢速情况下做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啊，所以说这个需要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稍微往前走一点，然后继续在这条路上面再做一次回转看一下。 OK， 我们来试试看。OK， 那么其实你们能够发现一点啊，就是这个车辆的前部雷达先于君志同学给我给的手势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判定，尽管这个延迟只有大概不到半秒，因为君志那头还要确定一下，所以这个车辆目前我们认为它现在的这个前部的这个雷达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能够给一个影像支持的话啊，如果能够给一个影像支持的话，我觉得会更好。而接下来我们现在将车辆停稳，我们来看看车外部分的这个表现。那么来到了车外部分来说的话呢，这个时候我得跟君志同学说一声，君志你知道吗，你刚才是不是在用你的肉眼判定我现在距离这个前方还有多远，是不是能够停下，但其实早在你判定之前的半秒前，这个车里面的雷达已经给我采用了长声提示的方式让我停下了，所以我会先于你的优先判断我没有动，这个里面就能够看得出来它在这种距离的情况下啊，已经做出这样的一个优先判断了。所以从这一点来说的话，这个车辆我现在真的是觉得可惜的一点是什么，是没有前部的影像支持，只有一个声音支持给我来一个提示，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缺失。如果能够给一个前方的这个雷达影像，哎，我看到前方障碍物，或者是你给一个类似于我们说车身雷达波扫描的这个阶段，给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图形，我还有多远还有多远还有多远，它一格两格三格这么显示，这是也是可以的。那么我真的觉得是搭配前方这一侧整个这个雷达来说的话，真的是能够做到我们说天衣无缝，或者说是物尽其用，没有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啊，这个车辆目前这个轮胎转弯的这个半径啊已经到头了，看见了吗，它已经到头了。那这个时候右前轮的这一侧的位置呢，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接近这一侧轮胎的这个路岩石的部分，我们来看一看。哎，那么如果这个车辆的前部前杠的这个位置接近角能够再稍微大一点的话，它是能够过来的，但是你即便前进角再大，接近角再大的情况下，它也会侵入这个路岩石的部分，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并不建议。而作为这个车型来说的话呢，我们在这个之前这一次的这个掉头动作当中啊，整个车辆呢是在这个位置基本贴近中间黄线，但是基本也在这个我们说这个车道的中心位置去做了这个掉头，这也就意味着说，如果你现在从这条路上行驶的话，你需要去贴近右边的白线来一把方向再这么转就没有问题了。这是这台车型目前有关于它转弯半径这个表现环节当中它的一个实际表现状态，也希望大家在自己开这台车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安全。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进行有关于车辆的噪音环节测试。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现在手上有一个身体仪，这个身体仪主要是用来测试车辆噪音的，但是我们现在要分几个模块，第一我们先得测一下车外环境噪音，第二是在车内未启动状态下的一个外部和内部环境噪音的一个密闭性对比，那么第三呢是我们的怠速状态下的噪音，其次是120公里时速下匀速行驶时候的这个噪音表现。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测试，准备好了吗？ OK，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车外部环境最低的噪音值是39.1分贝，
39.1分贝，而这个呢，也是我们说在郊外经常能够遇到的这么一种环境噪音表现。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对比一下车内的这个密闭噪音到底表现如何。我们现在通个电。顺便说一句啊，这个车的油泵声音真的相当小，你听不见的，你听不见这车通电之后油泵在供油泵油的声音，你听不到。OK， 那么接下来我们现在将这个车窗完全密闭，君正和我可能会稍微热一点。我们现在清空之前的这个39.1分贝的数据记录，清空完毕，准备好了吗 ？OK， 我们来看看。那么这个时候呢，刚才是39.1是吧？我们现在车内的这个静态啊，车内静态的这个噪音表现是29.2分贝。其实实话说，单就这一点来讲的话，我们个人认为啊，还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这车辆熄火状态下通了电了，你三元催化可能会受温度的影响，会有这样的噔噔噔这种声音出来。虽然在车内听起来这种声音并不烦人，它也是一种类似于像接近这种声音出现的，可能比这个声音稍微小一点，对吧？但是也能听见。如果能够将这个声音完全隔绝，我有信心它能做到接近28或者27分贝。好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怠速部分的表现，29.2分贝啊，我们现在清空，清空了，然后我们尝试启动车辆，哎，启动完毕，风扇转了，其实现在在我的人的感知当中，风扇的声音不小。能明显听到，那说明这个本身它现在转向管柱下方这边的整个噪音隔绝可能做的一般啊，可能做的一般。我们现在再来看啊，怠速啊，车内果然不出我们所料，40.4分贝，它的最低怠速噪音。那么这个距离我们说日系车它的通用的这种标准36分贝、37分贝左右，我个人觉得还是稍差的一些。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说全部的整个中控台防火墙这一侧的这个位置的噪音隔绝密闭性能上面来说，这台车需要下一些功夫，需要下一些功夫。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个车辆挂到 D 档模式下，然后呢进行这个动态测试。我们将这个40.4分贝的这个记录清除，准备好了吗？好，我们开始记录。手刹已经放掉，档位已经挂入位。那么现在这个真的是很热啊，真的是很热，所以说我现在不得不去将这个车辆先停稳，然后打开这个车辆的空调，好，开启到自动模式。自动模式的这个空调来的效率相对来说有点慢，还要等这个压缩机建立起压之后啊才能够出来，但是风量上的表现是 OK 的，没有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现在将风量调小一点，OK， 不干扰大家说话或者说听到收听的这个前提下啊。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来看最高的这个，目前能够看到的是在你不开空调的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正常奔跑到120公里，中间的这段加速包括咱们说现在的这种实地测试当中，它的这个噪音最高值为78.4分贝。那么如果它能够将这个噪音控制在70左右，甚至68、69左右，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也对于这台车来说算是一个努力到极限比较优秀这么一个值了。
所以这台车型在我们刚才的这种体验过程当中，主要是风噪的事儿，其次是引擎声浪的事儿，而引擎声浪占了绝大部分。对于这台车来说，反而胎噪这个部分来说并不是很明显。那么，如你们所见，78.4分贝，咱们再努努力，争取给它弄到68、69，哎，减少个10分贝左右，我们觉得就可以。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上路，来看一下日常驾驶当中这台车型在铺装路面下的表现到底如何。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有关于日常行驶当中这台车型给我们的体验是什么样的。其实实话说，刚才在做测试的时候啊，我就发现这台车型的这个动力上的响应真的是不错，而且这台车型给我一种很好开的感觉。那么对比车型有哪些品牌呢？我们现在请郑同学来说一下，如果这台车型给你给一个对比，小型 SUV 当中你会选择哪些车型跟它直接做一个对比？首先，去年比较热销的 X35，三五不算，三五不算小型啊，二五吧。二五，说错了，是二五啊 ，X 二五。哎，然后以及呢，咱们说这个起亚旗下的这个 KX3，、啊、可能这个车比较冷门，买的人也比较少，在新疆地区。稍等啊，我们先看看这个悬挂部分。我们还是找那个井盖啊，我们先来看一看。之前我们在做这个静态测试的时候，将后部的这个减震胶取掉了，它不属于原车有的东西。哎，我们仔细着重来看一下。啊，这个表现上面基本上属于是一个比，就是它有一点松垮，有一点点松垮，但实际上它对于整个车的这种波动和影响并不大。那么这种波动和影响受制于成本的关系啊，包括像我们说现在它有侧重点的这种成本应对，那么在内饰尤其是后部这一块的这个装配工艺当中，可能有一点点这个间隙，而这个间隙的部分来说，其实也是我希望包含咱们说现在的这个车辆它的这个包括噪音隔绝部分，比如说前部的防火层啊，防火墙这边能够希望说铃木在它的这个车型维特拉的改款车型之后能够继续再去做的加强的这个部分。 OK，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再来继续刚才的话题啊，还有哪些车 ？X 二五，我们之前评测过的吉普的这个自由侠，以及这个、我们曾经做过图文的这个缤智，XRV 啊，这个是我们以前很早以前做的图文了。然后还有这个冬雪的这个 C3XR， 对 C3XR， 哎，但这车有四驱啊。对，这个好像跟它比还有点甚至不武，是吧？甚至不武，有点欺负人了。哎，你看啊。我的这个转向过后的再加速，其实作为这台 AT 变速器，现在我们三个人情况下，如果你油门这个时候就得说它的油门开度，如果你给油门三个人乘坐的情况下，再带上一些设备，基本接近3.5个人啊，那你在弯心过来之后再做加速状态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需要动力的时候，你需要干什么事呢？油门踩到一半以下再往下踩，比如像这样，哎，动力才会出来。那么它之前的这个油门标定啊，给你标定到了一半以上，就是做踩到一半左右的时候，这时候的车辆只会像这样。所以其实我个人认为说，这个车型你在车跑起来的时候，可能这个油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我们说的踩踏的一个相对较深的一个位置，你再往下催，哎，它该有动力有动力，该有车速有车速。但是如果在低速下的情况下呢，那么这个节气门的标定上面似乎显得有一点点慵懒，哎，这个事儿需要去做一下。当然可能也出于对这个车型的这个油耗上面的这样的一种考虑啊，做成这样的话其实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我毕竟还是希望这台车型能够好开好玩，并且能够始终如一去贯彻这一点啊，是这个。那么在驾驶过程当中，这台车型的后部空腔共振来讲的话，给我给的这种声音激荡不是很大，但是它确实存在一些这个共振，那么这个共振方面来说，还是需要我们去做更多的一些这种隔音工程啊，来进一步的去搞定这个问题。当然咱们也在底盘的这个解析当中观察到了说，这个车辆后部的整个后缸这边的空腔面积是比较大的，这个也成为了我们说噪音当中的一个点。在日常驾驶之后，其实这个车辆它的变速器表现的是比较慵懒的，那么如果你换到 S 也就是 Sport 模式的话呢，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变化出来，这个一会儿呢进到了这个我们说山区的部分的时候再给大家去做演示。好，转向有一定的虚位，但是这个虚位只要一过了，随之而来的就是相对比较敏捷的这样的一种动作出来，所以其实它在转向管柱上面这一块的这种标定，如你们现在所见啊，其实还是有一点点虚位存在的，你可以看得到。
OK，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这个车辆有关于悬挂当中的表现。我们现在将车速降到40公里，方向盘放开。这个时候你们能够感受到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它在底段的这种，我们说主减震弹簧和减震这边的支撑力度不是很够，那基本上已经到底了，所以你会听到一个相对比较剧烈的这么一个声音。但是对于我们说座椅这边的影响其实不是大的，不是很大的。那这个座椅的品质做得不错，它将整个车辆的震动做了一定程度的这种吸收。同时这个车辆它属于是我们说的这种内嵌式大梁设计，那么这个车身的强度也足以应付这样的一些震动出来。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那你听到了这个声音，可能包括悬挂自己本身的震动啊，并没有传递到车里来，或者说没有对车身结构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但是这确实存在。所以这一点要不要去优化呢？我个人认为，如果它能够将这个柔顺度做得再好一些，那这个优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千万千万不要失去我们在侧倾上面的这种比较好的运动特质，不要失去这一点就好了。共振的区域基本上是在1800转左右开始出现，那么所维持的区域刚我勘察了一下，也就是大概在200转左右。但是应对于我们说下坡路段你的转速攀升快，那如果是上坡路段你转速攀升慢的时候，甚至带了一定负荷的时候，可能这个区域还会再延长一部分，至少延长个500转左右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就这一点来说的话，这台车型它的底子非常精品，但是需要去把它做得更完善，需要去把它做得更完善一些。那么整个车辆的视野，用均质的话说就是跟它的 M4 很像，但其实实话说就是除了高度上面有所限制之外，我现在前方的视野包括路前方的视野这个东西啊，对于强迫症来讲的话真的是一个福音。我现在前方更近的路面我都可以看得到，而且车辆在跑起来的时候，整个车辆的风噪这边的抑制做的还是不错的。那么轮胎的这个胎噪部分的表现做的也可以接受，不算太大，唯独就是我们说现在的这个后舱这边的一个声音激荡问题，那这个问题也是很多 SUV 的通病，这个没有办法，那只能通过后期慢慢逐步去解决去改善，包括咱们噪音的抑制啊，然后止震垫的这边的一些这种加装啊等等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进入了这种山区的铺装路面部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会切到这个 Sport 模式， Sport 模式的切换呢在这个位置啊，所以咱们需要习惯一下。你看我油门没有动的时候啊，比如我现在从 N 档切到 D 档，那么这个时候我现在得啊，比如说我现在 push 一下，我现在切到 auto 模式，那这个就是正常模式啊。我现在油门给到这个开度不动，哎，我只是拧了一下 sport 模式的切换，你会发现这个引擎立马变了一副样子，从声音上从提速上各方面都是这样。而同时我们现在车速是70公里每小时，过这个弯道的话我可以稍微快一点，甚至到了100，哪怕在出弯的瞬间到了100也没有太大的问题。而这个车辆的侧倾会给你抑制到某一个角度下，就不会再往下继续侧倾了，这是这个车辆的优点，也是我们在这个项目测试当中所发现的一个优点。那么作为这台轴距相对较短，2.5米轴距，而且转向相对来说更灵活更精准的同时，车身回弹节奏又做得如此敏捷的车型来说，这种车速过这个弯真的是我觉得非常得心应手，而且相对于这种小型 SUV 来说算是比较轻松的一个，它并不需要我去用很大的力量去回正方向或者保持方向的盘的一个转角，并不需要这样。所以这个车其实我现在个人感觉越来越有意思。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切到 M 模式，当前显示是 M5， 我现在全力踩下油门看看它会不会连降几个档位。在踩下去的瞬间数字显示由5变成3，只是响应上面来说这台 AT 变速箱多少会有一点点迟滞，但这种迟滞作为 AT 变速箱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毕竟我不可能以150,000车型的这个价格我去拿到 ATS 的那种变速器装配在这台车上，这是不可能的事儿。而且从三档上面的这种忠实的还原响应和固定当前档位的这种输出上面来说，这个做的真的不错。
当全力踩下油门的时候，即便没有踩到底，它也能够忠实的去在 Sport 模式下去给你还原你当前的驾驶意图，并且这个档位的极限相当高，你可以看。我去，这个5500转这个档位都没有再换的，这个真的是不错了。那作为手动挡的意图是什么？就是我们自由驾驶自由度要高，并且能够有一定的这种基础的扭矩输出，能够在全转速范围之内能够给你一个响应，对不对？从这一点上来说，这车做得不错。我们再来看拨片，哎，四档、五档、六档，也就6速是吧？啊 ，OK。那么这套6AT 变速箱，君志同学，我刚才换的这几个档位，油门在保持一定开度情况下没有动，你感觉到动错了吗？没有，没有。我们现在来降档试一试，好不好？哎，四档有一点点，三档有一点点，甚至这个车速下还能降到2档去。好，一档降不下来了，宽容度够大吧？而且相对应你降档的时候，它由于本身发动机的牵制作用，它存在一定的这种速差，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这个没有问题。而且人没有主观意义上的这种不舒适，咱们现在坐好啊，坐好啊，做好准备。我现在在2档，我来看一下它的顺态响应到底如何。引擎这块我跟你说实话，就是这个变速箱能够忠实还原咱们现在手动挡的这种档位基准，并不会说擅自去跳档或者怎么样，这个做的真的很好，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时候却暴露出来这台引擎扭矩输出不太够的，比如说低扭的时候，那如果你能够充沛的去介入的话，二档这个时候应该能够很迅速的去攀升不说，应该还能够再来的狂暴一点。当然铃木这个品牌擅长于做什么事儿？擅长于做我们说小型的这种精品的 SUV， 所以家庭使用来说这是不错的。但是我们现在再来看，我们车速降低到如此低的一个程度，它的二档的这个档位也依然没有做一个降低。那么我们尝试刹停，好，它回到了一档。宽容度大的同时，这也就意味着说，这种宽容度的对立面需要你人为去给它给一个辅助，比如说你降档的合适的时机，需要做这个事儿。一般情况下，像这种换挡时机都属于延后的时机了，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引擎和这套变速箱它给你给的意图是什么，意思是如果你挂到了 M 档模式下，请把你自己的驾驶习惯和你对于这台车的理解上升到一个对应与其对应的水平，否则请你开到 D 档上去。对于我们来说，对于君志来说，可能这个 M 档的这个模式真的是物尽其用，做得不错，但对于大多数新手来说，需要你去跟车之间有一个长时间的配合啊，是这个事。 OK， 那么接下来我还是比较懒的，我还是切到 D 档。我们来进入野外场地，因为毕竟这台车是一台四驱车，所以我想今天在野外场地下的这个部分的功课我们还是得做。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辆有关于野外场地路况下的这种表现到底如何。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现在面临野外场地的第一个严苛挑战是有关于接近角和离去角的这个事儿。那我不担心的是什么呢？是这个车是四驱，但我现在开启的是 Auto 模式，所以说在 Auto 模式这个情况下呢，我们会先来看一下这个车辆它能不能够正常通过。 OK， 我们现在来试一试。这个坡还有一点点小的一个小坑啊，这个小坑还有一点点小的这个断面，所以这个断面的问题可能还有一些轻微的有些麻烦。我们来看看车外画面当中它的这个实际表现到底如何。现在全靠这个车辆的发动机和变速箱本身的这个自动蠕动的功能啊，但是到了这个角度之后，蠕动呢这个力量就明显不够了，所以我得推一点油门。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已经完全意义上的通过了这个接近角和离去角的这个测试。 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面临的是一个20速度的坡道，那么这个坡道上面的这个路况呢
有一些滑，而且相对来说粘土的这个成分居多一点。我们第一次测试当中呢，应该是要去把这个车辆在正常的这个模式下，看看它能够分配什么样的一个前后输出比例。然后呢，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去看一下这个车辆它本身有关于它的这个低速下的扭矩输出这个事儿做的到底如何啊，主要是这种情况。OK， 我们现在给了信号之后呢，我们即将开始。但是在这种坡道上面，如果我开了 P 档，拿起手刹的时候，你再从 P 档切换到 D 档之间，它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么一个冲击啊，有一个冲击出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稍微给点油门。哎，然后1000转啊，现在是1000转，我会试这个坡度的情况变化呢，稍微给一点。接近1200转，1200多转啊！ESP 现在是激活状态，车辆总体的表现还可以，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坡道部分的路面已经相当滑了。我想车外摄像机当中的这个均质呢，应该能够看到这辆车的实际表现。而且我刚才有意的让这个车稍微在半坡停了一下，我们再来一次。哎，这个时候就属于一般车辆，如果这种情况它就应该不行了。我再推点油门，哎，这个做的不错哟。这个它会动态的去分配我们说现在的这个车辆前后桥的这个扭矩输出和轮间的这个力量。哎，这个能做到这一点来说，针对于这个车我真觉得是挺惊喜的。我们再来试一试啊，我们现在把油门稳住，然后不给它继续给了，让它稍微滑一滑。我现在给油门 ，ESP 介入，我去，这个车的四驱不弱呀，挺好用的。诸位小伙伴们，你们要首先清楚的一点是，这个车辆如果说一般车型，你的四驱限滑功能做的不行，或者说是防滑这块有问题，再加上扭矩输出也有问题的话，我刻意去做这样的一个越级的一个尝试的话，一定会在这边困住，你只能倒下去。但是这个车我在 Auto 模式下我都能做到这么强大，这个是真的很少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车外摄像机画面这边的，军同学的这个体验到底如何。我觉得我在车里面解析了一部分之后，君志，我现在需要你来告诉我他的表现。很轻松。你知道我刚才干了什么事吗？我刚才刻意的在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模拟他打滑的状态，我没有去给油门，甚至是给了一点点，让他四个轮子慢慢在打滑、打滑、打滑，然后我再给。第二个阶段再给，第三个阶段稍微费点劲，但是 ESP 直接介入，然后上来。我就想问你开没开低速锁止？没开。那厉害了。Auto 模式。那就厉害了。那就厉害了是吧？哎，这车这个做的真不错，因为咱们来可以看一下这个路面上面的这些状态。你可以看到这个路面，它是一个24度的这么一个坡道，同时这个坡道上面的一些坑洼路面其实还是蛮多的。那么应对于像这种车型来说的话，如果你的四驱稍差一点，我刚才所做的这些个比较越级或者说严苛的一些测试都会直接陷在这儿，或者说直接就打滑，再没有动力往上攀爬了。而这种比较滑的这种土路碎石路面，尤其是砂石的这种相对滚动，对于车辆的四驱，尤其是我们说在轮间实际触地的这种扭矩输出控制上，限速防滑上，都是一个非常严苛的挑战。我们这边有个33度坡，军人同学，可以试试吧 ？OK， 我们一会儿呢，会直接开启低速锁止，啊，就开启中差锁，开启中差锁，它这只有一个中差锁，开启中差锁之后，我们会尝试一下。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交叉轴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锁止效率。在交叉轴上一眼就能看出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一个小型交叉轴，但这个车型受制于它整个前杠的这个接近角度的问题啊，所以它现在没有办法去做到一个我们说现在过交叉轴的这个体验了。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前杠的部分。正因为前杠这个位置过于垂直，并且针对于我们说现在整个前轮的轴心线的这个位置来讲，
这个距离偏长了，所以它现在限制了我们说这个车辆的接近角这一块的一个展现，或者说相关性能。我如果再往前走的话，一定会蹭上前杠，所以今天我们只能给大家去做一个车身刚性演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车身刚性。首先作为前门来说的话，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前门的铰链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内嵌式大梁的这个优点在这侧展露无遗，跟整个跟前就跟我们说在平路上面开是一样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我现在将整个车门解锁完毕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侧相对挑高较高的这一侧的后车门。有些人一直在说这个传统的梯形式大梁架结构和我们现在的内嵌式大梁架结构有没有一些区别，那么至少在阴历上面来说，现在你们就能够看得到，很轻松。而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右方，那么受压最强的一侧也应该就是右后门的这一侧，这一侧轻微的有一点点力量上面的一些这种不是很顺滑的感觉，但是它并不变啊，并不变，整体来讲做的还行。我想这个就是在严苛应力条件下面梯形式传统大梁架和现在咱们内嵌式的这种大梁架结构之间的一种区别啊。至于这一侧的车门倒是没有太大的受力，做得很好。 OK， 那么在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整辆车现在的这个架构状态就基本属于是一个没有缺少了我们说现在车门整个脚侧脚链这一侧的支持，只有 A 柱 B 柱 C 柱这几个柱位在做这样的一个支撑。而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尾门，尾门由于它本身是压停杆啊，我们在平路状态下开启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它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缓慢开启状态，这个我要给大家先说明。同时我们现在来闭合一次看一看，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侧的缝隙，这是这一侧，能看见吗？ OK， 我们再来看内侧，其实这个时候就能够发现在这侧的位置相对较高的同时，内侧呢则变得比较平整，这说明这个时候整个尾箱门或者尾舱门这块这个受力啊，它是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扭曲。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时候仪表上面能否显示出来这个车门是否正常关闭了呢？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目前它下方的这个显示只有一组是什么，就是这个车门的关闭和开启。那么现在麻烦我们现在这个小哥，你现在帮我把这个其他的两侧车门都关掉。哪怕只有一个车门开启它都会亮起，对吗？我们现在请 OK， 我现在将左侧这一侧的这个门啊，我轻轻拉开一点，咱们来看啊，不用，你不用躲，我只是开一条缝，你还是接着拍啊。我们来给你看一下它这个警示的这个逻辑，看见吗？我哪怕只开了一条缝，只有这一个车门，它也是亮起这一个灯。我开四个车门亮的还是这一个灯，但是有一条，如果我后门没有关紧，那这个时候它应该亮，但是这个时候它却没有亮，这说明这个时候虽然后门有一定的扭曲，但其实它是锁紧状态的。我们现在请小哥将后面的这个门打开，你稍等一下啊，我喊了你再打开。来，君志，先来拍。现在是完全锁止状态，对吗？完全锁闭了啊。我们现在给小哥给一信号。哎，再关上。没有问题。所以这个车的车身刚性上面可能稍弱，但是，最基本的锁闭是能够做到的，这一点并没有问题。那其实说实话啊，对于这个车辆今天的测试当中，我对于这个车型呢有一些轻微的遗憾，主要是因为这个接近角的事儿。如果它能够将全部的接近角做到我们现在后杠的哪怕30%，就是到这个位置，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牛逼的事情。但很可惜它现在没有做到。当然我说不遗憾的位置呢，是因为这个车的四驱确实很强大，那么也给我们提供了更多有关于城市路况当中的使用以及野外路况下轻越野的这么一个能力。那这个时候就会牵扯到一个问题，进气杠你需不需要。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尝试让这台车型去看一下33路坡的这个路段能不能够去完成，如果能的话，那今天这台车就好玩了。
那么如你们所见，接下来在我们面前的呢是一个33度的陡坡。那这个时候我们今天测试的最后一个项目就是有关于这个大角度坡道的攀爬，看看这个车上的动力性能、四驱性能的整体表现。因为这辆车陡坡缓降到现在都没有正常工作啊，所以说我现在也在比较担心这个问题，比较担心这个问题。而且我现在还在想一个问题，是我到底要不要去开启 ESP 的限滑功能，因为这个坡度角度非常大。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我觉得我现在最好还是不要开，最好还是不要开。我现在将这个 ESP 的功能关闭，争取一次成功，做一个尝试啊。那么上方我们的摄像师已经准备就位，车外画面由他来提供。这个是有一定风险的，请大家不要去模仿，不要去模仿。我们现在呢，准备开始。那么同时啊，与此同时，我会开启这个 lock 模式，要在雪地模式下。OK，snow MUD 模式下，我现在开启了 lock 模式。OK， 那么这个时候，我现在切到 D 档模式，然后我们准备开始这一次的坡道攀爬测试。OK， 那么我们的摄像师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加速距离可能也就20多米啊，我们来试一下。那么现在我强制给到 M 档，来看一看。试一下，加油！不要停，不要停！哦，这边大沟小沟真多。OK， 我现在只能先这么停下，因为上面有很多坑啊。那这个时候我会尝试在 D 档模式下，然后呢我们现在尝试给一下这个，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如果我现在作为 D 档模式下的话，它现在的这个锁还是锁着的，我们来看一看行不行。啊，不行。我们现在尝试将 ESP 激活，再来看一看行不行。这个车辆呢也会往后做一个滑移，所以这个时候整辆车是处于目前没有办法去攀爬的一个状态。由于本身这个上面的坡道比较大，所以这个时候我现在还特别麻烦的一点就是这个车辆目前的一个状态。我现在得想，军政下来帮我一下。这个座椅刚才往后走了一点，因为我这边现在遇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我现在这个坐姿没有办法。你帮我把座椅往前拉一点，这个座椅我刚调了一下。怎么？你帮我把座椅往前放一点。我帮你把座椅往前放一点。对，我现在这个人坐姿是往后仰的呀，我想把座椅往上靠一点，我没法靠了。我咋帮你？车门打开啊。我拉这个，我拉这个小杆，然后你帮我把这个座椅靠背往前拉，帮我把这车门也装上。车给你从后面往后推。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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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这样，你把车门拽住哈，然后你过来。你升。啊，你把这个座椅给我往前往前搬，哎。这样子啊。OK。行不行？我看看镜子，因为我要是座椅没有调好的话，我看不到这个高角度下的这个倒车镜。OK， 那现在呢我遇到的这个问题就非常明显。这个安全带的问题现在在这个羊角上面它是拉不出来的，已经拉不出来了，所以我现在也只能看着这个镜子自己慢慢一点点往下走。慢点啊，军长，帮我把后面那个大石头给我取掉。我右后方有一个大石头，白色的。看见没有啊？你再看一下周围有没有别的石头，把它清掉。
因为这个路上如果你要倒下去的话，这个包含了一定的运气，还有一些技术上的事情，所以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让它下去，而且要一口气。君志，人呢？OK， 我们现在慢慢尝试下坡。这个时候如果有可能的话，这个陡坡缓降我会开启，但是目前我看了看这个陡坡缓降似乎没有办法正常工作。这时候陡坡缓降倒是不闪了，可能是因为坡度的关系啊，是不是因为这个坡度的关系，这个也未可知。而且你们可以看到是这个坡面上面有很多大坑小坑，这个对应于底盘不太高的这种情况，包括像我们说的这个接近角离虚角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而且内侧的位置又是个坑啊，又是个坑。OK， 我现在只能倒下去了，因为这个车辆慢慢已经开始有往右偏的这个趋势啊，所以我现在只能刹车松开往下倒了。这个需要反应很快的同时，你现在可以看到是这个整个上面有很多坑，这个造成了我现在往上走的时候无法继续加速，因为这个坑太多了，如果这个路相对较平的话，我认为这个车应该是能够完成这一次的这个33的坡攀爬的。但是正因为这些地方可能有人在这儿豁车啊，包括各方面，他们把这个路上刨出来的大坑小坑实在太多，所以这个车今天应该无法完成这个测试。这个时候陡坡缓降开始工作了啊，陡坡缓降确实开始工作了。好，能够看到陡坡缓降在工作，没有问题。也就是说，这台车型的陡坡缓降其实并没有故障，而是根据角度的不同，他认为没有必要工作的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工作，而有必要工作的情况下，他就会继续，OK， 那么我现在呢，先让车停稳，我们来商议一下，看一看到底该怎么办。那么我们刚才商议了一下以后，你们现在眼前的这个坡道，呢属于是一个比较大的坡道，那么这个时候中间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些这个被刨过的坑存在，这个坑我感觉是人为挖的，不太像是车刨出来的。那这个时候我只能选择左边这条路呢接着往上走，我们再试一次。D 档 ,lock 锁止，这样吧，我切到 M 档吧 ,lock 锁止。锁止了之后呢，我现在将这个座椅稍微往后调一调，因为刚才这个靠椅呢稍微动了一下。OK，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现在接着再来尝试，外部摄像机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稍微往后倒一点，给它一个充足的距离去加这个速度。OK， 我们现在准备开始 M 档的手动模式。我们将 ESP 关闭啊 ，ESP 关闭 ，OK， 我们现在来。给点力。即便我将 ESP 关闭了之后呢，那么面对松软的砂石路面，它仍然没有办法提供持续的这个动力，即便是我在 M 档的情况下，所以这台车型不论是有没有右边的这些个坑啊洼啊什么的，这车应该是都上不去，没有别的办法。那么我们今天的测试呢就
先暂时到告一段落吧，先暂时告一段落，我现在得下去了。我现在得下去了。OK。OK， 那么我们在仔细商议了之后呢，认为这个车型没有穿越必要，因为第一接近角比较小，啊，第二就是这个车底盘悬挂的中段支撑相对较为柔软，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也没有具备穿越的这个前置啊。它的定位呢，其实实际上是一台城市用的这么一台四驱车，那么同时拥有一定的这个四驱潜力，啊。我们接下来之后呢，有一台这个吉姆尼，刚才可能没拍下来，这个也没新，这个也是一个突发事件。上面那个深沟可能大家都看到过啊，那个吉姆尼差点没翻到那儿，整个车的左后桥都抬起来了，而且山上那个几个小深坑，我预计也应该是吉姆尼这种小轴距的车型或者短轴距的车型造成的啊。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车辆有关于在野外路况下的这种行驶质感。首先第一啊，这个转向管柱它没有办法定位，你可以看到，那么这种情况下都会轻易去做一个摆动的话，那么遇到了一些大的石头，它也会第一时间去就把这个方向就会有一个偏航，我们俗称的跑方向或者说是方盘打手，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野外路况下咱们要跑的时候，记住你要么就把这个方向轻轻的抓，这种虚握啊，大概去掌握一下这个方向就可以，要么你就把它抓稳，一定要抓稳啊。那么同时呢，这个车型呢悬挂在低速下的这个时候，你像走到这种严格意义上的搓板路面，悬挂的初段相对韧性做得不好，悬挂的初段这一块来说，整体来讲的话，颠簸滤震没有办法很好的过滤，以至于我们说现在整个车辆的内饰也在跟着轻微的震颤啊，我说话人声你们也能够听得到。那么内饰这一块的话呢，主要是以后部有一些轻微的松散的问题出现，前部稍微还好一点。所以这台车型目前所需要加强的部分来说，其实是一个我们说悬挂本身调整的一个问题。那第二呢，就是我们说现在的整个车辆内饰这边加强的问题，还有就是你的转向管柱在野外路况下的这种偏航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去解决啊。那么在整个车辆的野外路况行驶当中呢，其实实话说这个车你说它快速行驶吧，你担心悬挂这边中段的支撑相对较软的问题，你要是让它慢速行驶的话呢，它又颠，所以说这个车辆它适合于什么呢，适合于就说是你有一台四驱，有一个我们说这种保证性的系统去给你做一辅助，同时在这个市区路面下或者野外的这种不是太烂的路况下，它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行驶是没有太大问题的。那么这台车型的离去角和接近角部分的表现来说，接近角也做出了一些限制。总体来讲的话呢，今天这台车型给我们的这种操控上的质感呢，包括在铺装路面下的这种精准的一个转向定位，甚至于我们说的这种 ESP 的它的这种纠正的这种，我们说它的这种及时程度，都是一些它的优点所在。而缺点的部分呢，其实你可以直接拿另外一台车来跟它做对比，比如说超级维特拉。那这个车型目前所做到的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已经算是尽了它的全力了，也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回到 4S 店去补拍这个车辆的静态解析。那么你们看到的也应该是先是静态解析，然后再是动态解析。今天的这个室外气温还是比较高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测评呢即将结束，我们以后啊也会给大家持续提供精彩的一些内容，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优酷频道，同时呢我们在一直播和花椒直播当中也开启了两个直播平台，也会针对于这个部分的测试当中会有一些这个现场直播的互动出来，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测试再见。